定轴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没事，嗯，没事，哎。丁总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我还第一次见你这么开心。挣钱，我才会更开心。丁总真牛。那会儿，您的公司是要啥没啥，两手空空。现今呢，你把这公司经营的真是风生水起啊，规模啊是越来越大，好像这整个集团都是你的。被你看出来吧，马上整个集团都是我的。你了解的太少了。我就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肯收手放过我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杀了郑国康的儿子，又谋害了郑国康。我在想下一个你要杀的人是不是是我。哼，你这么说好像我是个杀人狂似的。我怎么那么愿意做愚蠢的事？不，你老提这个干什么？达康到底是被谁杀死的？为什么？究竟为什么？你惹得我不高兴，你非提这个玩意干什么？达康算什么东西啊？总提是没有用的。没用吗？六年前啊，你把我们从马沟村带走，你把郑达康的儿子推到海里，几年后达康又被谋害了，你说是不是被你做掉的？你有病是不是啊？是，你是见到那个小子便扔进海里啊？但推着驾驶的人不是我，别忘了是你，你才是杀人凶手。你这个无赖，是你逼着我把他推到海里的，不然连我一起杀了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说的吗？你别忘了我为什么不杀你啊？你是我朋友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还离开我跟我抢这个市场，你他妈的我带你混的，现在你跟我抢食吃啊？那是达康在你公司被杀害了，我不想下一个被杀的人是我。达康的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人就跟疯狗一样，我还能被狗咬吗？我他妈的是人，他经常来我办公室冲着我大喊大叫叫我还他儿子，我上哪还呢？是我杀了他吗？我能告诉他是你方林把他儿子推进海里的吗？这些事你都不知道。还有龙畔那个项目，我这么大的开发商要开发这块地，他呢不仅谈不拢，还叫村民知道是我丁波的主意，让外面人揭我的丑陋，他死了应该。我早就想整他了，我都受够他了，可他是我的兄弟，是我兄弟啊。我能管得起你兄弟吗？我是你祖宗，我只是叫阿彪去吓唬吓唬而已啊！谁知道阿彪这个人用了什么办法，最后还让我花钱买的单，到底还是被你杀了。被我害死的，他应该的。怎么现在你又怎么了？你敢跟我丁波这么说话？当初谁带你混的？你不想好了是不是？你不想的，你就是个杀人狂，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杀了是你，你没有杀了可是杀人狂，我杀了是你，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，你没有好下场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你！小易，你忘了
爸怎么跟你说的？方叔，你先走，去后院等我。一起走吧。我没事。放心。告诉你一句话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是你爸阿彪，六年前的那个小子没死啊！阿彪，给我干死他！你小子果然还没死，居然还有种来这儿！就是你害死我，今天我让你的罪恶付出代价！小叶上车，快上车，小叶。我都编辑好了，你们俩呢？好了，我也编辑好了。好了。咦，太好了，发送出去了。丁波。你确认一下编辑好了？你这个混蛋，
居然和他们串通好了来整我，你究竟做了些什么？我做了我应该做的。听我。发送出去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就是坏人应该有的惩罚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喽。